我是老爹，欢迎收看老爹玩 PDC 区耶！各位观众，前阵子啊，学会用了这个日本代购之后啊，在日本拍卖网站呢，发现了一些蛮特别的东西，像是我想去找七筐骇浪的日文原盒啊，结果发现了这样子的东西，它同样是标榜一整盒，不过它是用这个样子装过来的，它就是一个袋子，然后里面装30包，然后我买了两包啦，总共60包这样子。那它的价格呢，其实比日版的拍卖上的其他原盒还要便宜一点，那所以我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散包，也有可能它是30包里面，然后可能好卡已经被开出来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已经被替换过的了，但是我想说蛮便宜的，所以就买来开开看，反正也没开过嘛。那这里呢，总共60包，就等于两盒的量啦，那也不确定里面会开来什么，因为它寄过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寄过来，它连盒子都没有，盒子都没有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不然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开过在日本拍卖买的这个算是散包吗？还是原盒呢？我不确定，所以这算是对我来讲蛮惊奇的啦。那如果真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保底，没有任何的好卡，那我也就认了吧，那就是自己认赔啊，谁叫我要买这种东西，不买那种有胶膜的原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还蛮刺激的啦。总之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啦，到底是贪小便宜还是真的蛮有趣的齁，我们就来看看吧。60包，来看看里面有哪些卡片好不好。老实说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没有盒子的卡包欸，在宝可梦中心买的，你可能就宝可梦中心买的那就真的是散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宝可梦中心就高几率会抽到好卡啊，对不对？像我开宝可梦中心的卡包开那么久了，每次去日本都一定要买散包，开那么久了大部分都是拿到好卡啊。但是这个拍卖买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要不是因为我很好奇，我也不会这样子去买。我是真的很好奇里面会看到什么我才买的，不然我正常是不会这样子买的。因为你购买一整盒有胶膜的那种，你才可以知道说里面是有保底的卡片嘛，里面至少会出一张 SR 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种散的，你真的很难讲啦，我只能说很难讲啦，会开出什么真的是没有人知道，但也没关系啦，就当作好玩嘛，就来开开看啊。在日本拍卖买的没有盒装的宝可梦卡包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卡片呢？会开出超级好卡还是什么都没有？什么都没有的几率很高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要买卡包还是要买那种一整盒没有拆过的，我这感觉就是被拆过的，就是已经 100% 确定被拆过，建议大家买卡包还是要想一下啊，投资一定有风险哦。来，再三包，没东西。为什么我觉得这卡片香香的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突然好像觉得这卡片好像香香的，应该是错觉吧？真奇怪，闻到一个味道欸，一般原盒卡包没有的味道，还是我鼻子有问题？我觉得它香香的，一定是我鼻子有问题。欸，有东西哦。第一张 EX 雪童子，不是雪妖女啊，雪童子，讲错。卡夫敏敏，这些感觉都是已经是很基本的激狂骇浪会出的卡片了，因为激狂骇浪弹数就是那么小，它就是一个强化扩充包而已啊，简单的小弹数而已。目前我们已经开快一盒了，这一盒如果没东西我们就知道了，没东西我们就知道了，有人在搞，是谁在搞不好说，我自己搞了自己。欸，有东西，全图，哦，欸，没有在搞欸，没有在搞欸，欸，我没有被诈骗欸，欸，我还很担心我被诈骗，欸，我没有被诈骗欸，天哪，杨三姐姐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啊，我的第一张杨三姐姐啦，虽然不是 SAR 的，但是 SR 的也很香，好不好？这不就来了吗？你看她的手势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，而且看起来很完美，哎呦，没有歪欸，她的印刷没有歪欸，后面也没有白点。框也很正啊，漂亮啦！出运了，出运了！欸，赌到，有赌到，有赌到，有赌到了，这有赌到了。那个人没骗我，他真的是一整盒，这真的是一整盒啊，没有骗我啊，没有被骗啊，他是真的是一整盒啊，他没有骗人啊，他没有把大奖拿出来啊，然后把废卡包放进去里面啊，没有啊，我没被骗，各位。那看来我的运气还是有的嘛。那如果按照这样子讲的话，我这里面应该还会再有一张大奖嘛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开一盒啊，那左边这边是另外一盒啊，那这样子我应该还会有一张大奖吧？会不会那一张是 SAR 的？我只能说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欸，其实我觉得我激狂骇浪开的蛮好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我激狂骇浪都开的蛮好的啊，尤其是有拍片的这几盒。蒂亚鲁莎有拍片的这几盒，我激狂骇浪都开得很好欸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盒兽琴线开开到 SAR 新力，对不对？然后上一集我们的日版开到 SAR 的赛富豪，然后 Seven 卡包欸也开得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激狂骇浪可以了啦，就是虽然没有开到 SAR 的杨三姐姐，但是好像可以了齁，就是好像已经是可以满足的了，就比起上一弹了，你知道的，让人很难过的暗焰支配者。哎，讲到暗焰支配者，我眼泪就要流下来了，我开几盒了，喷火龙的影子都没看到啊，哇！好可怜哦，
我觉得真的比起暗夜支配者来讲，这次机狂骇浪开的是让我很满意的，中文版跟日版我都很满意啊，我都开到我要的全图支援者嘛，对不对？青木、新力都有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很 OK 啦。那当然有 SA 还会更好，但是没有也不强求，大不了自己单收嘛，我可以自己单收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定要自己开出来？当然啦，我希望这一盒啊，再出一张全图支援者啊，最好是 SAR 的，所以再出一张 SAR 支援者一定更好啦，毕竟老爹本身就是我在收集 SAR 支援者的人嘛，就可以让我的整个图鉴版图啊，就不用那么辛苦，不用再去单买了，你知道吗？赶快开一张给我，我就不用去单买了，不用那么辛苦啊，不然我要收集全 PSA 十分，你知道这其实难度是有点高的，难度是有点高的啊，但就碰碰看运气嘛。如果运气真的好的话，这一盒就再开出一张 SAR 全图支援者。这一开出来啊，不管是不是杨三姐姐，我都会很开心啊。因为你就算是开到新力，我也很开心啊。因为我新力也得收藏啊，我就是要收藏 SAR 全图支援者嘛。所以就算是新力，我也会很开心啊。来，不怕。我觉得这卡包香香的，是怎样？空运来台的都比较香，是不是？刚我说香香的，真的开出一个杨三姐姐，我不是做效果哦，我说真的哦，这卡包真的香香的哦，就有一个奇怪的香香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一个香香的味道。那个卖家是不是故意把盒子拆掉啊？然后在卡包周围喷一些香水，那让玩家在开卡包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，让玩家开卡包比较舒服一点，这样是这样吗？这就是他把盒子拆掉的用意吗？是吗？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他把盒子拆掉啊？他真的是为了喷这个香水吗？这卡包真的香香的啊！其实不只是卡包欸，我在日本买的很多拍卖买的东西都香香的、欸，很奇怪，都有一种奇怪的香味，真的啦哦，好希望你们可以闻到这个味道、喔，真的就有点像香水味，香香的啦，是不是里面又有什么好料啊？有什么好料所以又香香的？奇怪，它这两盒是分开的两盒，为什么都还是会有同一种味道，对不对？但有香香的总比臭臭的好吧，对吧？香味总比臭味好吧，对吧？我说真的，香味总比臭味好。如果你开卡包一直闻到臭臭的味道，那谁开得下去啊？我觉得一定是杨三姐姐在呼唤我，一定是杨三姐姐的味道，她就是那么香，好不好？肯定，再来一张 SAR 杨三姐姐怎么样啊？来，没事，哎、欸，越开越香哎、欸，搞什么？那个味道越来越浓喽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两盒有出一张 SR 杨三姐姐，我觉得还算蛮能够接受的啦，我已经很满足了啦。就是虽然我一直没有开到杨三姐姐 SAR， 但是有开到一张 SR， 我其实算是心满意足喽。真的其实已经算心满意足了，就是该满足了。我们人做人要知足，要懂得知足。这一次机狂开了，开了那么多盒来讲，已经是可以知足的了。哎，还没完，还没完。哎，好料还在后头、哦。这几包东西很好哦，这几包应该东西是不错的哦，应该真的有一个大奖在这里面了哦。感觉这个香味在告诉我，有好康的在后面，有吗？有吗？赛富豪，没事，赛富豪。最后六包把它开完，这次的好卡都在后面，我觉得这样就对了啦，好卡在后面就对了，这样才有开卡包的感觉嘛。不是说就是好卡都前面一两包就出，那都没开卡包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好像在这里哦、喔，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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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最后三包嘞、欸，一包一包开好了。既然最后三包里面其中一包是大奖，那我们就一包一包开吧。还是说没有大奖？六十包里面只有一包大奖，那是很尴尬哦、喔。那是很尴尬哦，不会没有吧？不会真的是被动过手脚的吗？是被动过手脚的吗？哎，卡，最后一包了，各位，是被动过手脚的吗？两盒只有一张大奖吗？真的没有，完了，秒少，各位秒少。好，不过至少这一盒出了一张 SR 杨三姐姐了，好不好？这怎么感觉变成安慰奖了、啊？真的没东西耶、欸，真的没了哎、欸，哇！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，还是不要在日本买那种被开过胶膜的包，好不好？没了，你看我都开完，那我们两盒六十包只出一张 SR 杨三姐姐，确定没了。好了，各位，这就是给大家机会教育一下啦，买卡包呢还是要买有胶膜未拆的啦，好不好？但其实我觉得六十包里面来讲，他有留一个包底给我，我觉得我运气算很好了，他已经很仁慈了。如果是那种无情一点的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但至少还有一张，我觉得其实已经算是蛮能够开心的了，就没有了、欸，真的没有了、欸，零。没关系啊，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教育啊。以后买卡包呢，一定要买有胶膜的，不要买那种就是这样子一包就来就给你的那种，那个高几率都是已经被动过手脚的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。但是我觉得至少开起来是开心的，而且我这一次机狂骇浪也算开得满足了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以目前开到的东西来讲，虽然没有开到 SAR 的杨三姐姐，没有开到最想要的那张。
卡片，但是有开到二奖，是算是二奖了吧。然后我日版的另一盒还开到再富豪 SAR， 我觉得不错啦。好啦，各位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后来怎么赚赞，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分享。各位啊，再跟大家讲一下齁，就这次影片呢也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啊，不要在日本拍卖买散包啊，因为散包呢非常有可能是都被动过手脚的齁。那也不要去买没有胶膜的盒，就是他如果写说未拆封无胶膜，就是被动过的盒子已经被打开的那个，尽量都不要买啦，还是以这个完整的原盒来购买为主啦，就比较不会被有动过啊，不然他拿过来的一定是大奖已经被拿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，就会比较有风险啦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买散包，那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宝可梦中心做购买啦，宝可梦中心的散包呢还是开的会比较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到这里，那也欢迎大家去观看我其他几款派浪开箱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